姐，叫姐会不会不礼貌？叫什么没差，反正我都已经几百岁了，完全看不出来。自从那一天开始，我就再也没有变老过。姐是说那天吗？开始包养的那一天。 想知道他喜不喜欢我？重要吗？什么意思？重要的是，你喜不喜欢你自己？那姐，你喜欢你自己吗？没关系，姐，我喜欢你呀。 吃冰真的好幸福哦！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可以有一个对的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可以陪在你身边。姐，你觉得呢？好好活着就是幸福。 这样就可以了。姐有 IG 了，这样大家都可以 follow 你了。什么 follow 啊？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到你的动态啊。女生不是神秘一点比较好吗？那你可以设定不公开的。跟人聊天、滑手机不礼貌哦。 所以，你很会游泳啊？应该这么说，就是因为不够会。那，你真的还有在抓交替吗？你有那么好抓吗？你就当做是啊，好心提醒你们年轻人，不管是台风季节，或者水里的暗流多，小心一点。 上次那道浪超赞的，好不容易追到了，结果没站好，超可惜的。后面还有浪，啊？几百万年了，后面一直有浪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做好准备，耐心等待下一个。就像你抓交替那样，我没有在抓交替。 你有在做事吗？当然有啊，总要养活自己。嗯，做事很重要，但我觉得做人也很重要。做人也很重要，那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啊？都重要，不要做鬼就好。 你会怕鬼吗？有一点。那你现在怕我吗？不会。就像现在这样，面对面其实就还好。面对你害怕的事情，才会变得勇敢。那我现在够勇敢吧？我现在有点想抓交替了。 香蕉李子水梨真的会酒里来吗？你半箱我都买来，还是你不喜欢这些水果？你觉得我会挑食吗？那为什么我妈说不能拜蕉里酒里来？听妈妈的话就不会错。 书上说，你应该捉弄别人，干嘛这样子啊？那是一种幽默。幽默，大部分的人类啊都不懂幽默。幽默感啊，是上天赐给我们最高级的智慧。你是说你比我们高级？
我是说，我比你有智慧。哎，放假呢，不去找朋友？你觉得这世界上真的有那种不求回报的朋友吗？有啊，你们家每年都办那么大桌请我，不就是不求回报的朋友吗？那如果要你回报，你会做什么？少捉弄你，这哪算回报？哎，幽默感。每次 po 照片都只有几个人按赞，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存在感。同学，起码大家都看得到你，这个世界上最傻逼兮的事。我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在这里，真的很幽默呢。我是真的有点伤心。你真的很幽默哎。